妹平安，相信今天早晨在敬拜里，我们必看见神的荣耀。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至高神荣耀遍满全宇宙，赞美声充满在全地。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就在赞美中。哦，至高全能神向全世界，他全能的双手已高举，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再次地站立，让我们扬声赞美，一同前进。耶稣，你荣耀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以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得以经历宝座上的大能。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名字。今天早晨，主啊，你荣耀，你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你荣耀已充满在这里。
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相信今天早晨你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在敬拜的里面，我们经历你的同在。耶稣，我们经历你的大能。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名字。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教会是你的心意，教会在你永恒的旨意里。主啊，让今天教会能够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 四节，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以后就聚集这些的门徒，让我们知道教会其实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就是耶稣所聚集的这一群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今天对教会有许多不同的解读，在欧洲可能教会已经变成了教堂，成为一个大家观赏的地方，在美国可能有很多对教会不同的定义跟解读。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我想我们不应该从后现代里面的社会来观察，我想我们应该要回到使徒行传中间，让我们看到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教会的开始到底是什么样的面貌，而教会的开始到底承载着耶稣所赋予我们什么样的使命。当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召聚这些的门徒，有40天的时间跟他们讨论神国度的事情。你看40天是很久的时间，而且耶稣是一个最棒的教师。但是经过40天之后，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门徒就问了一个让耶稣很纳闷的一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使徒行传1:3，讲了40天 的神国的事。讲完以后，门徒问的是，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我想我们要理解，从主前586年以色列亡国之后，在万国中间飘来飘去，他们就极为极为渴望，极为期待他们的救主弥赛亚能够来到他们中间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复活以后，我想毫无怀疑的肯定的，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复活的主。所以你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心中等候期待多少年的要复兴以色列国这样的指望，在他生命中是很难被抹去的。所以即使耶稣讲了40天神国度的事情，可是门徒所关心的还是复兴以色列国到底是什么时候。你知道耶稣的回答让我们明白，耶稣所真正关心的不是以色列国，耶稣所真正关心的是神的国。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教会今天所关心的事情，未必见得是神所关心的事情。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自己的土地，关心自己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被恢复。我想这个是情有可原，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就如同我们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关心我们的土地，我想这不是错的，这不是错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耶稣的心不是关心哪一个特定的国家，耶稣的心其实关心的是神的国度。是什么是神的国度呢？耶稣的降生把神的国度带来了地上，耶稣降生开始的神的国度。那么哥林多前书12:13这样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耶稣的降生把神的国度在我们面前展开，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希腊人，不管你是非洲人，
不管你是美国人，不管你是印度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你只要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你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而在神的国度里面，并不分你是犹太人，并不分你是希腊人，并不分你是印度人，并不分你是美国人，你是欧洲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当你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因着相信耶稣的缘故，我们都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所以耶稣所关心的不是特定的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说哪一个特定的国家它就是神的国。耶稣的神的国是期待我们从耶路撒冷出发，能够往地极去，把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万国跟万民都要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才是耶稣的心意。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门徒是并不了解耶稣的心。但是后来你看到耶稣怎么教导门徒祷告的。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的意思就是，当神的旨意在哪一个地方被百姓所遵行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在那个地方。当神的名在任何一个地方他被尊崇的时候，其实神的国度也就降临在那个地方。神的国度是神的旨意被执行，神的国度是神的旨意被遵行的地方。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心，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耶稣关心的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要进入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领域里面，不仅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在地域上我有跨文化，有跨国度，有跨文化，有跨人种，神的国度要进入到每一个国家里面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也需要了解神的国度也必须要进入到每一个不同的领域当中。神的国必须要进入到政治的领域里面，让政治的里头能够看见神的旨意。神的国必须要进入到教育的里头，让我们在教育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旨意能够进入到教育里头。神的国当然也需要进入到艺术、媒体甚至娱乐事业里头去，让我们看到在这些领域当中，我们在媒体里面要看到有神的旨意，我们在企业界里面要看到许多的商人、许多的企业家，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把神的旨意、神的国度带进到企业里面去。神的国度也需要进入到科学跟学术的领域里面去，让神的旨意、神的国度能够降临在科学的领域、在学术研究、在学校的领域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认为，那么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就归给该杀，就因此就认为说这些牵涉到政治、牵涉到社会的议题的问题，其实教会不要管就好了。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该杀，真的该杀是一个很残忍，该杀代表的是残忍，该杀代表的是说谎，该杀说谎的代表的是诡诈，该杀所代表的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如果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信念，关系到管理众人之事的这些事情，如果是一个肮脏的、污秽的，那就让越肮脏、越会说谎的、越诡诈的，像该杀这样的人去治理，这是对的吗？这是对的吗？如果单纯、善良、正直的，这是属于神国度的事情，这是属于神的事情。好，那就让善良、单纯、正直的人去管理好属于神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如果我们将二分法去定义的话，我们所在的国家社会不会越来越像神的国，我们所在的国家跟社会不会，神的国没有办法降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思考，我们发现当教会开始的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教会开始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神的国的问题和地上国的问题。这是耶稣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这是教会第一个要弄清楚的问题。但偏偏你会看到
这个门徒，这些门徒好像门徒的特质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耶稣跟他讲了40天，但是他们还是搞不清楚神的国跟以色列国，就是地上的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也是一样，好像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讲神的国，可是好像我们也不，教会也不太能够搞得清楚神的国跟地上国 的关系。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回到教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把神的国跟地上的国这两件事情要把它弄清楚，不是把它切割开来，乃是要我们用神的国的眼光去看地上的国，乃是我们要把神的国的价值要把它进入到地上国的各个领域当中。神的国跟地上的国不是没有关系的，不是一刀切开来的。教会不是不能只关心我们教会内部所有的事情，而不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所站的位置的。神的百姓，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教会，我们要关心在地上的国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不仅仅要关心，我们要带着神的使命，我们要带着神的旨意，我们要进入到地上的国里面，让神的国能够进入到地上的国。这可以说是宣教，这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看重你在职场的位置，你要看重你在这个国家上你的位置。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不管哪是一个角色，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代表教会，你要把神国度的价值观、神国度的心意、神国度的做事的方法要进入到你所属的地上的国的位置里，要让神的国降临在他们中间。这是教会跟世界的关系，从起初到现在，我想这是教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所面对的问题。但愿我们能够回到起初里面，能够带着使命能够进入到世界里头，能够把神的国降临在各个领域里面，包括你的国家当中。阿们呀，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希望教会所明白的，巴不得我们能够清楚我们身上所托付的使命，乃是把神的国度、神的旨意带进这个世界里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教会能够搞清楚第一个要面对的事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想我们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你的城市、为你的国家，求神兴起基督徒在关键的位置上能够发挥神国度的影响力。我们同声的开口来祷告。师父，我们向你祷告，也是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所在的城市向你祷告，求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兴起每一个基督徒，主啊，能够在我们关键的位置上，主啊，能够发挥下最大的影响力，主啊，让我们成为光，成为光，在我们的位分上，在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位分上，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心智，主啊，主啊，我们要成为美好的见证，愿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使你的国在我们的身上，当中我们赞美。耶稣，我们向你祷告，主耶稣，为我们所在的城市，为着我们的国家向你祷告。耶稣，我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位置上都能够发挥那个最重要的影响力。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主啊，在你赐给我们的位置上能够做光做盐。主啊，在这个位份上面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也求你赏赐给我们，主啊，灵巧像蛇，寻良如鸽的一个生命。耶稣，帮助我们，主啊，在你所给我们这个位置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你坚定的站立。谢谢耶稣。耶稣，我们祷告你，主，你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主啊，那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不过是无用，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主啊，人点灯若不放在灯台上面，若放灯台上面，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主啊，求你祝福在基督徒的身上。主啊，看见你自己兴起，主啊，兴起愿意在神的旨意当中为你站立的稳的人。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国要降临在我们的城市，降临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名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二件事情，我要为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你的教会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在哪一个社区里面，我们不能只关心我们教会里面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要影响我们的国家，影响我们的社区，教会要带出神国度的影响力。为你的教会来祷告，同声的开口祷告。耶稣，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主啊，带领我们的教会，主啊，带领每一个教会，主啊，带领所属的城市，国家的当中，社区的当中，主啊，带来那个极大的影响力，国度的影响力，属灵的影响力。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名字。主耶稣，让教会能够兴起来，教会能够兴盛起来，主啊，教会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耶稣，你带领我们，主啊，兴起你的教会，让教会为你发光，让教会成为美好的见证。恳求你使我们众教会都因着圣灵你的呼喊，主啊，而苏醒起来。主啊，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啊，帮助我们看见主你的需要，看见主你关心的焦点是什么。主啊，调整我们的眼光，叫我们能够快跑跟上你。主啊，我们把人的灵魂看为是最重要，把生命看为是最重要。主，帮助我们教会能够装备好自己，然后为主你的福音传，把你的福音付上代价。谢谢主。主，我们正是我们把你的教会仰望交托给你。主啊，你的教会不再是一盘散沙。主啊，你的教会乃是集中他们的力量，可以影响这个城市，影响这个国家的，在各大山头。哦，主啊，主啊，他们都具有极具有影响力，甚至国家的元首要来向你的教会请益。主，我们要奉耶稣名宣告，主啊，你要设立你的宝座在教会，你的教会要成为国家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为你自己祷告，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是神给你的位置，有一个使命，要活出神国度的影响力。所以你为你现在的服事，现在的位置，职场的位置，我们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要有一个使命，要带出神国度的影响力。同声的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为我们自己向你祷告。耶稣，求你让孩子在现在的位分上面，主啊，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主啊，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家庭的当中，我们传我们孩子的身上，我们的家庭的当中，让我们的家成为那美好的见证。耶稣，我们家在家族的里面也成为美好的见证。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名字。耶稣，你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能够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影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在自己的位分当中，我们不轻忽。主啊，我们谨守你给我们的职分。主啊，在自己的恩赐才干当中，我们发挥影响力。主，在职场的，我们就在职场当中认真的工作。哦，主啊，在我们职场当中见证神你荣耀的名。主，我们在服事合场的，主，我们就在我们服事合场当中，主啊，更多的哦听见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能够成全神你所交托给我们的职分。主啊，是的，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在自己位分当中尽忠职守，为主征战，看见征战得胜的荣耀。主，是的，谢谢你，求你连接我们，让我们做天国的好管家，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是一个能够可以将我们的恩赐好好使用出来的好管家。主，也帮助我们真实懂得学习更多的面对基督的身体。主，教导我们能够可以看见永恒国度的荣耀。谢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教会是你的心意，主啊，教会背负着你所给我们的使命。主，你召聚我们，主，让我们真正看见，我们能够看见耶稣所看见的，让我们能够用神国度的眼光去看我们今天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主，让我们用神国度的眼光，主啊，能够有一个使命，把神国度的价值能够带进我们所属的国家，我们所属的地方，我们所属的区域的里面，让神的国能够降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主，你荣耀，你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扬声赞美，一同接近，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扬声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